对，那这里有点。这是客观因素。这是客观因素。而且他们在水中的话，在水面上有裂肉厚的话，会造成一些水痘点。这个是冬天的运动，里面的部分。冬天的运动，然后它都有在做。你说它水痘裂肉，它裂肉，它不会因素，它裂肉。